来，咱们来讲一讲质量度。通常我们平时应该怎么优化，从哪几个方向啊？首先看你们后台的关键词质量度长成什么样，有几星？我的账号跟你们一样的，都是六星，对不对？六分。六分，都是三星，对吧？也就是说一星是几分？两分。半星呢？一分啊。所以基本上一个新户来讲，像这都是新户，给你的质量度都是临时质量度啊，记住临时质量度差不多啊，临时质量度通常都是六分啊。因为这个新户它有没有历史表现，有没有过去一些投放数据，没有，也没有点击率，也没有很多东西，所以它没办法给你质量度。等到你推广一周两周了，它会给你真实质量度，明白吧啊。那这个真实质量度可能就不是六分了，甚至三分、两分、七分可能就都有了啊。但是助手这里你看到的基本上都是什么？都是零啊，这没关系，以网页为主啊，因为助手是更新，它更新不了啊。好了，这是我们的质量度啊，不用担心临时质量度。那我们如何去优化质量度呢？肯定是根据影响它的这些因素去优化，对不对？刚才我们说了。针对点击率来怎么去优化？第一，提排名，对吧？啊，提排名，但是咱们也不知道怎么提排名啊，还没学。然后写好创意，对吧？但写好创意现在具体怎么写好也不太清楚，但基本上能知道把它写好啊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匹配，是吧？啊，这个匹配也跟大家说，其实用按照我们原理就是。常规的来讲啊，你开精确点击率是最高的，对吧？但有的时候你账户开广泛，但是前提你得多开广泛啊。比如说你账户80%、70%都开广泛，你的点击率、你的质量度也很高啊。他给你的点击率也很高，为啥呢？啊，不一定是保健品，就是无论什么品，你只要敢开广泛，它系统给你的质量度就高。对，一个是钱多，第二你来的流量多，流量多呢，百度就以为哎呀你这个广告受网民欢迎，对吧？然后他就给你高质量度。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说你花钱多，知道吧啊，但是你敢不敢的问题，理解了吧？但你开广泛，你的点击率肯定没有那么高，明白吧？但是你的质量度还不低，理解了吗？对，可以啊，你可以开启前期烧钱啊，但是前提你老板得有钱，就是前提我不管这些，我就开广泛，然后后期我再慢慢给它缩小，别一次性一下广泛缩到精确，知道吧？不要这样搞啊，慢点没事儿啊。这是点击率，那针对相关性来讲啊，相关性来讲，还是那句话，你的关键词要跟你的创意要跟卓越。那这个卓越在创意当中有没有让你填写 URL 链接？那个链接就是卓越的什么网址，明白吧？啊，所以呢，这个链接你可以填首页，可以填网站任何页面。那大家想，最理想的状态是一个单元多少个词最理想？但是以内，那是我以前讲的。那么现在再分析一下，我一个单元多少个词才能让我的质量度能达到最好？根据相关性这个原理。相关性嘛，你首先要把相关性理解透啊，怎么做到相关，谁跟谁相关，然后我问你一个单元多少个词质量度还有可能做到最高啊。嗯，对，那你怎么才能保证词性一致、意向性，对吧？是不是？当然，你首先要分析词性一致、意向性是不是能保证相关性最好，对不对吧？这个你要理解啊，这不是我让你背的，你理解，对不对？李万帅，对不对？刘航燕、郭超荣，对，那怎么才能保证最佳的状态词性一致、意向性？它最佳了，我的相关性是不是就最好？
姜文星最好，我的质量度是不是有可能升到最高？但我是说是有可能升到最高，我能说我能保证质量度升到最高吗？谁也保证不了啊，系统来定。所以怎么做呢？怎么能保证磁性与质性遇相性达到最好啊？小于三十个对吧？这小于三十个我前几天讲了，那咱今天没必要再提了，没新东西，就是分析啊，哪有新东西？我一共也没啥新东西，我都是老的。想一想，大家想没想过最理想的账户结构状态啊？最理想账户结构状态啊，一个单元几个词？三十个。一个词呢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能不能达到相关性最佳状态？怎么可以？你首先要知道词根单元在词根创意在什么里边，这是一个词是吧？然后这它后边点词看到的是什么？是不是创意？但是它俩都是在同一个什么里边？同一个单元里边。那我一个单元一个词一条创意，它俩能不能达到相关？然后 URL 页面啊，就是页面是不是要填写一个访问链接？那我能不能达到一一相关？一个词来对应一个页面简单吧，一个词对应一个创意简单吧，相关性是不是最强？所以最理想的状态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你这样做，你的质量度提升的概率肯定是最高的，能不能理解？对不对？但前提我们能不能达到这种？所以我们只能说单元里边的词怎么样，越少越好。但是鉴于我们工作时长强度的原因，我就不可能达到非常非常少，对吗？所以那咋办呢？针对核心词来讲啊，有没有你的账户肯定有核心词，核心词出价都怎么样？出价又高啊，那这种词就必须让它质量度要好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好呢？我们还没讲质量度好的原因，好处是什么啊？来，那看好这种核心词，如果质量度低怎么办啊？如质量度低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根据我们前面学的，比如说这重点的这两个因素来讲，这开广泛那是野路了，不能老用那招啊。比如说用相关性来讲，我能不能给它单建单元？新建单元啊，单建单元就放这一个词，然后针对这个词来怎么样写创意？如果我有条件，我再单独弄个页面给他，是不是就 OK 了？但如果没有页面，那你就正常页面投。比如说单独创意、单独词，相关性是不是最好？它的质量度可能就上去了，能明白吗？所以只有针对核心词我这么做。那有一些长尾词的，你能这么做吗？你没有那个精力是不是做不过来啊？因为这个词烧钱快，出价高，所以我针对一些核心词来做，明白吧？啊。比如说这里边这个词最核心，但是我发现它质量度特别低，我能不能把它剪切出去，新建个单元能不能啊？然后单独去建，这样就会好很多，能理解吧？来，我们再看啊。那么如果针对一些零分和一分的词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删除是吧？为啥不单独建单元优化呢？不展现我单独建单元不行吗？单独建单元再单独写创意啊？
记住啊，如果是零分跟一分的，即便你单件单元，就是它已经很低了，你再优化，最多优化到两分、三分，达不到理想状态，明白吧？所以像这种词直接删除啊。但是呢，有些词，比如说像婚纱、摄影、哪家好这个词，又是很多网民搜的，对不对？你能忍心删吗？不忍心删，删完之后咋办？过段时间啊，比如你过一周再加进来，明白吧？再加的话，你尽量换一个新单元去加啊，但是一定要满足随性之意义相近，这个词的质量度就不会达到零分跟一分了，可能一下子就给你三分，明白吧？啊，所以像这种词你就放弃吧，不要想着去优化了，已经没有优化的可能了啊，没救了，对啊。所以其他的一些词，只要你账户结构标准就好办了。那我们现通过现有的知识学到的，说你账户结构标准有什么好处呢？第一，好管理，对不对？第二，对于我关键词的质量度是不是有帮助啊？啊，所以账户结构标准是考验一个优化师的一个基本功啊，同时也是我们做好这个工作的前提条件。就像我们盖房地基一样啊，如果你这个账户是乱的，然后你后面会不断的加词进来，越加越乱，到最后等加到两万个词以上，你就发现这个账户你已经控制不了了，知道吧？已经乱的不行了，你自己看着都难受了啊！你交给同事，同事直接全暂停，自己新建，然后人家再尝试去新建账户啊！这就为什么我给你个新账户，你不愿意去操作我的账户的原因，为啥呢？我感觉别扭，除非你搭建的账户特别清晰明了，哎，我还好弄啊。OK 啊，这是影响关键词质量度啊，我们如何去优化？然后呢，大家看这幅图，质量度是 PC 端跟移动端共有的还是单独都有？单独都有。但你会发现 PC 端跟移动端哪个偏高？移动端偏高，为什么？有同学可能说这个移动端网民多，对吧？点的多啊，所以我给你质量度高啊，这个也有可能啊，但是没有一些证据。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因为百度现在鼓励你在哪个端点你啊，就点我呢，在手机端，它在用户在转移，所以就是故意让你把你的钱花在移动端去，所以故意给的，明白吧？这是系统故意的，明白吧？啊，对，尤其像这个刚开始啊，原先百度还没有移动端这个概念，在后台还没有移动端质量度这一说，刚出来的时候就是给移动端质量度都是十分九分都这样的，就鼓励你往那边去花钱啊，因为它只要你质量度一高了，你用户你的展现在移动端就会很强啊。为啥呢？我们下节课去讲，说质量度高为啥你的展现力就很强啊。关于质量度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我们总结就几点。第一，你要知道质量度的标准啊，标准。第二，展现的资格，自己想啊。还有就是影响的因素有哪些？还有就是我说常规的一些优化方法，就是核心词怎么处理，核心词质量度低怎么处理？怎么处理了？刚才说单件单元，那请问如果我有两，我有四个核心词，四个核心词质量度都低，这四个核心词又满足词性一致意义相近，我能不能这四个核心词建一个单元放进去单独写创意？可以啊，你不要说我说一个单元一个词你就全这么弄啊，挺累的啊，可以多几个词没关系啊。然后我说零分跟一分的，大家要知道怎么处理啊，像这类词就不要浪费时间在他的身上了，直接删，回头再处理啊。移动端质量度大于 PC 端，这是常理啊，你改变不了的事实。有问题没？没有啊。
没有，冷静一分钟，我们继续讲。